请大众翻开《华严经》五十一页。好，五十，哎，这个科会，科会五十一页。我们这一卷叫做贤首品啊。贤首品它的重点啊，在这个五十一页这个科会最上面讲，叫做得用该收啊，所以它是在实性啊，实性这个阶段呢啊，信心建立之后产生的功德与作用啊。那它这个地方呢，先啊提出这个啊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我们前面这个信心已经具备了之后呢，他会有什么殊胜的功德？那贤首菩萨就回答，好，回答，好，所以从五十一页我们看到这上面，他这个五十一页这里他解释的，从主要释文第四释文这边，好，那提到文殊发起啊，就是文殊菩萨问问题，贤首广说啊，贤首广说哈，那贤首广说这一边啊。它的这个正显记词的下面有分成三段，好，有没有看到这里？好，有哈。它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346记半啊，正说圣德，好，所以主要呢，它用346记啊，然后再加一半哈，半记啊，那来说圣德有哪一些啊？那其中呢，这一条线哈，往左边延伸。所以到52页53页我们就看到这上面呢，他就用这五个部分来谈殊胜的功德。好，那就是我们现在 PPT 上面讲的第一个他明发心形象，第二个略示圣能，那这个就是主要在谈一个真正发心的人他大概会有什么样子，是不是对佛法身非常的恭敬。那再来呢，略示圣能，就是大概先简略的讲一下有多殊胜。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谈三四这两个呢是主要，一个是讲当我们有了这个信之后呢，他会经历什么行，经历什么样的修行。所以呢这个行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所具行跟什么所具位啊，它会分成两个部分哈，所以所具行位哈，那所具行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就是他会怎么样来实践他的信啊，就是信佛，好，信法，好，信僧，乃至于信佛法僧之后，他辗转就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会实践他的信念哈。那有了这样子的信念之后，他后面呢就经历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实地到等觉、妙觉成佛。好，所以叫做所具位啊，就是他把这个位次啊、层级啊，把它这个啊彰显出来啊，彰显出来。好，那这是这个部分哈。那我们上礼拜呢，就是讲到所具位啊，所具位。那其中呢，他说所具行位啊，总共有39。好，39记。那39记呢，前面分成四段嘛，这个四段实住实行实回向，好，实地就有四段。好，那第一段就是实住，它有三个记语就是这边实住位就是初三记名实住位，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那接下来呢，后面呢两记半讲到实行，好，实行，好，那再来呢？三记名实回向，好，实回向，所以这个是这我们上礼拜讲过所以简单复习一下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接下来呢，就实地，实地他讲的比较详细所以呢，他说第一步第一地、初地叫做欢喜地那
怎样叫做欢喜地呢？就是对于所有的一切法门，好，以慈悲心为根本，好，所以欢喜地就是发了菩提心，然后呢行布施波罗蜜圆满，好，然后接下来呢第二叫做离垢地，好，然后呢下面这两这一个寄语，好，这两行就是发光地跟宴会地，好，接下来极难圣地，好，修这个禅那禅定波罗蜜圆满，好，好，再来接下来呢，好，就是六地，好，七地，乃至于到好八地，好，八地就是不动地，好，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在上礼拜呢谈到这个七地到八地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八地的菩萨他已经能够任运的示现，就是度众生的功德，所以呢他叫做诸佛，所以最后讲这个叫做诸佛所受记，就是确定一定可以成佛，那剩下来的呢就是九地到十地，九地是善慧地，那这个九地这个地方讲若为诸佛所受记，则一切佛现其前，是不是，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上一次已经有讲过，那接着呢就直接到了十地，十地就是已经就是已经是佛地了嘛，好，所以呢这个十地呢还分成五个部分，好，那五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呢他在讲十地的时候你的身口意有多殊胜，好，所以名三业殊胜德，好，所以呢一开始他就讲什么，好，这个若身谎要如金山则相庄严三十二，这时候就有三十二相，好，三十二相的庄严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展现出一种圆满相那圆满相之外呢还有身会放光，好，那这个光呢还会出莲花，莲花上还有无量的佛坐在其中所以这边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描述在讲这个身口意的庄严好，那接下来呢他还要继续再谈这个身业的庄严，不但是示现就是它本身有三十二相，而且还可以分身分身千百亿，所以他这边讲示现十方迷不骗，悉能调伏诸众生然后四处去度众生之后呢又能够怎样，我们有时候呢也是会说我要来度众生，可是都是只是结缘结缘式的度众生，就是办很多的法会办活动吸引很多人，人气很旺，但是什么叫做真正的度众生，就是能够彻底的让众生离苦得乐才叫做得度嘛。好，那如果只是感觉良好那办活动的人很多那这个活动成就的时候大家也很感动很有收获，可是散场之后呢各自还是又回到烦恼的状态，所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作用所以他这边就讲说真正度众生调伏众生之后要怎样，要能够展现无量的神力那这个神力呢是能够度众生彻底的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可是有时候我们因为什么能力有限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度某一类的众生，可是对另外一个众生就使不当使不动就是使不上力好，那这里呢就说如果你能够现无量神通则住不可思议土，好，那这个土呢其实是从这个什么心地上，心如大地如土土可以承载也可以出生承载就是它可以安忍一切法包容一切众生好，那土也可以出生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瓜果树木全部都有土生长而成的所以它具有出生的能力好，那它具有承载能力，还有它蕴藏，是我们有很多的矿石很多的宝物都是藏在土里所以他在讲这个土的时候呢，其实他在形容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呢，他的心啊就像大地土一样他可以展现无量的神通，所以建立清净的佛土好，然后演说不可思议法令不思议众欢喜，若说不思议法呢令不思议众欢喜，则以辩才智慧辩才力随众生心而化佑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演说不可思议法，它已经到好语业的功德，好语业的功德。然后第三个呢叫做若以智慧变财力，随众生心而化用，就是他的智慧呢好是讲他的意业的殊胜，好，所以身口意，好，这边只有讲身业，这个还不够完整，好，就是有包括身，有包括语，有包括意，好，身与意这三业都很殊胜，好。好，那接下来呢，诶，就再继续再谈哈，这个若现无量不思议力哈，所以智慧哈变财力哈，就是刚才讲的哈，就是智慧变财力，随众生心而化用哈，则以智慧为先导，身与意业恒无失哈。好，那若以智慧为先导，身与意业恒无失，则其愿力得自在，普随诸趣而现身。是不是好？所以呢，他说这个智慧是讲他的意业的功德哈，所以到佛地的时候啊，他已经是以心念在度化众生。好，那我们一般呢都是什么？好，就是用要么怎么帮助别人，就是人要到现场哈，然后帮忙搬东西哈，帮忙去帮人家哈治病啊，或者是好赈灾啊，或者是呢为大众祈福啊，或者是做一点劳务哈。那但是呢到这个地方呢，佛的这个地方啊，他已经是用意念好随其愿力得自在啊，普随诸趣而现身。好，所以这个地方他所度化的众生呢，他是在这个众生的心念当中呢直接呢启用，所以任运度众啊。所以他说诶，则于一切众生心一念悉知无有余。若于一切众生心一念悉知无有余，则知烦恼无所起，永不莫逆于生死啊！所以呢，这边呢，在这个地方根本上呢，哎，知一切法如幻。那既然一切法如幻呢，烦恼本不生。那既然烦恼本不生，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啊轮回的这个问题哈、啊。那没有轮回问题，众生本来就是佛哈、啊，所以佛与众生是无二哈、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地方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哈。那接下来呢就在讲哈，这个好，那如果殊胜的三业好已经是好，就是直接是以佛最圆满的状态呈现的。好，那第二个呢就讲那他所得的这个法哈，他所得的法，然后他是属于什么，最后呢这个修到最后这个信心信板成佛，那最后一地是什么，叫做十地啊。所以若知烦恼无所起，永不莫逆于生死，这个是我们根本上呢能够成佛的基本信念啊，就是这本来就没有烦恼啊。那既然没有烦恼，那既然是没有烦恼的状态，那何来啊轮回？那既然没有轮回，那你就不会有生死的问题了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真正的在讨论生死轮回这件事情，并不是啊这一生啊往生的时候要去哪里啊，不是，而是你在当下的这个念头即做即了啊，当下即是啊。所以烦恼无所起，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在烦恼的状态当中，只要你起这种觉照啊，那自然就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烦恼啊。那如果我们还一直被困扰着哈，被某一些事情困扰，表示我们没对于这个状态没有如实的了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诶，为什么没有如实的了知？要回到佛法最根本的信念，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啊佛性，好，对于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好，是怎么样子的看待，什么观点哈？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又回到了根本上的信念，就是人人皆有佛性，所以最前面的信佛信法信僧，他会一直延续着他的啊这个功德到第十地到圆满啊。所以不会说你一个人刚刚开始哈啊，我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刚皈依的时候信念最强，然后修行修到十年突然就觉得没有什么好信的。好，那这表示你不是真正的在信哈。那修行越久，尤其是有一些人是有那个老大心态，对不对？好，我已经是啊什么大德了哈。那但是对大德了之后呢，对于佛法僧，可能就会觉得我们就平起平坐
啊，是我也修得不错，应该是你拜我，为什么是我拜你哈、啊？那这就表示呢，它不是正确的信。好、啊，那诶，如果正确的信，你看到第十地呢，它还是怎样，在根本上呢是信佛、信法、信僧，而且会更相信。好、啊，那这种相信呢，是直接从人的本质上去相信哈、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修行修到最后呢，他是啊有法执的，或者是呢还是目空一切的。那他一定是走错路，好，那有一种迹象呢，就是走错路，就是魔，对不对？所以呢，佛跟魔呢，这差别就是，佛是永远都是尊重一切众生，平等无二，哈，他不是最伟大，因为大家都一样伟大，哈。但是魔呢，他就是会呈现一个啊，一人啊之上，哈，然后万人以下，哈，是不是？好，所以大家呢都是要俯首成啊，这个臣服在他的。啊，这个哦，不是石榴裙哈、啊，就是俯首在他的这个他的啊威德底下哈、啊。那这样子的状态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达到佛法里面谈的人人皆平等。那这个不平等呢，就会造成后面所谓的有生有死啊，有轮回，有高有低的这些受苦的一个情况哈、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的根本呢，到第十地，如果呢他没有真正的正道这个法身啊，他没有办法达到实地。好、啊、所以他这边讲烦恼无所起，这个烦恼无所起的这种根本的观念呢，如果我们没有彻底的了解，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烦恼的状态。好、啊、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个、皈依佛法身还要皈依一个师嘛啊，那找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呢，如果他不是真正的正道初地以上，对佛性有根本上的信念啊，然后达到不退，基本上呢，你相信他只能一时，一时因为人会变，所以他会随着他的烦恼，随着他的际遇，会有一些啊，这个哎，有时候你觉得他很信任，可是哎，有一段时间，也许他的这个我执，或者是他的一个个人的恩怨情仇又重现的时候，哎，可能就会对于这个佛法呢产生的信心的动摇哈，所以要信佛，要信什么？不是信人啊。佛陀讲依法不依人，好，要信他所说的法，而不是信这个人啊。只要他还没有证到啊初地以上，那就不可信啊，因为这个人心是会变动的，因为有烦恼啊，烦恼有起跟没有起。啊，它是不稳定的状态哈、啊。可是因为呢，这个初地以上到十地，它的基本的观念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烦恼哈、啊，无所起，所以这个初地以上的圣人啊，他的身口意都是稳定的。好、啊，他不会说哦，今天很像佛啊，或做法会的时候很像佛，可是私底下怎么差那么多啊？他不会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哈、啊。可是凡夫会啊，我们都会。啊、在什么在人前就要有表现得很好啊，好、啊、所以台上的功夫到台下呢可能完全就是另外一种相貌齁、啊、那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修法上还没有真正的弃悟无生法齁、啊、所以才会在这个生灭的过程中齁、啊、就会有这一些差别齁、啊。那这边就讲若知烦恼无所起，永不莫逆于生死，则获功德法性生，以法威力现世间。所以他出现在这个世间，就不是以个人的魅力的，啊，也不是以个人的才干，啊，他是以什么？以就是法的化身。所以他举手投足都是依法而行，啊，所以以法而现身叫做法身。好，那我们一般呢是以什么？以色相为现身，啊，就是所以我们叫做色身。是就是这个霸体这样齁，就是有一个齁有一个相貌齁。所以我们在相貌上就会有人哎你就觉得比较顺眼他就好看。好，不顺眼就觉得很难看齁。那其实好看难看呢是你顺不顺眼而已齁。那就有一个笑话就讲说齁，那个女孩子被男生啊这被一个男子救齁。如果他很顺眼他就说我要报恩要以身相许齁。那如果呢不顺眼不喜欢他齁就要怎样，啊，我今生无以回报，下辈子再做牛做马还你这样啊，所以哎，怎么会差那么多哈、啊？那如果这个男孩子呢啊，救了一个女人啊，这个女孩子说，哎呀，我今生要以身相许。如果这个男孩子不喜欢她的话，他就会说，你怎么可以
啊，恩将仇报呢？是不是啊？所以，哎，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什么用这个相貌来判断，哎，我喜不喜欢你，合不合我眼缘？啊，可是当你转换成佛法之后，你就不会去分辨啊，这是美的、丑的，一切都是啊菩萨的化身嘛。那菩萨的化身，他是要做什么？他要展现出一种法的功德。好，法的力量，好，这时候呢，就会以法为身，而不会以色为身。好，所以呢，这叫做功德法性身，以法威力现世间。好，那若获功德法性身，以法威力现世间，则获实地实自在。好，那这时候呢，你的自在呢，就是什么？随缘，就是六波罗蜜齐现前，甚至于诸行诸度，这个地方已经十波罗蜜啊，六度或十度都是。所以这边呢就是到实地的功德，再来就下面就讲到三昧受位，到了实地，到了实地呢就有神通，这个大神通，那当然初地以上就有神通，但是他的神通他层级是不一样，神通是心的慈悲与智慧之用，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下一段就在整个在讲佛的三昧。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诶，这个实地就有灌顶大神通。好，那有了这个大神通之后呢，诶，就十方诸佛所都能够确定，好，就于十方诸佛所就等于是受什么？受灌顶位。受灌顶位就是确定一定是佛。好，所以呢这边讲明三昧受位。好，三昧受位。那三昧受位这是等于是就是灌顶的意思，在过去就是这个王子要正式登位成国王，他就需要经过一个仪式，就是以手这个以水来灌他的顶，来代表呢他已经正式成为王。那我们现在呢，如果一个出家师父呢要正式成为菩萨，我们不是灌顶，我们是烧顶，所以这点那个戒疤，是有火烧菩萨头，来证明我们为了要修行，即使受苦，受到这个头烧，头火烧头的苦也不退，也不退，那这个是一个这个象征，象征。那佛要成为佛，从法王子要成为法王，他也要经过这个过程哈，那这个过程呢，是十方诸佛齐受证哈，就是一起证明哈，一起证明。好，那这边呢，若蒙十方一切佛手以甘露灌其顶啊，那则身充遍如虚空，安住不动满十方哈。所以呢，前面就讲说，哎，十方佛来受记啊，那有三昧的不可思议之用。那现在呢就这最后一段就在形容这个一旦呢证到这个实地的时候呢，他的殊胜他不是啊十方佛受记而已，他自己自身呢也能够其身充遍如虚空，安住不动满十方。所以这叫做分身度化，好，分身千百亿来度化，好，那分身千百亿它是当下同时。好，可是我们到现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执着齁，所以呢我们要真的要分身就会乏术，有没有？就是诶很忙齁，同时一天如果安排五个行程，你就会觉得哇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呢佛呢他是啊同时他可以分身千百亿，好，同时度化无量的众生齁，所以这叫做难测齁，就是你已经不超过我们一般的这种意识思维能够去分辨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其身充遍如虚空，安住不动满十方，于彼所行无余等，诸天世人莫能知。好，的确呢佛的一种行持啊，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好，因为我们的我们就像这个井底之蛙啊，还像是什么大海中的一颗沙。好，我们也像大地中的一根土哈，所以一根草我们根本不知道哈，这个世界有多大哈，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哈，很难测量诸佛菩萨的这种功德智慧哈。所以呢这边呢就是整个在讲哈这是所具的行位哈，刚才讲到实地哈，就是佛地。
那最后呢，这三句就是总结，啊，总结哈，总结说菩萨勤修大悲行哈，所以从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好，勤修大悲行哈，以这个慈悲心来度化众生啊，愿度一切无不果啊，所以没有一个不成就。好，没有一个不成就哈，所以见闻听受若供养，弥不皆令获安乐。好，那这边就讲说，诶，这个度众生怎么度呢？就是见者、闻者，好，或者是呢，诶，接受啊，这个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呢，好，或者是呢，你的供养哈，通通呢都可以得度，好，可以得度。比诸大士威神力，法眼常全无缺减。好，所以这个是法眼，就是菩萨之眼。好，所以我们说一般众生有肉眼，好，天人有天眼，好，罗汉有慧眼，菩萨是法眼。好，法眼是好，能够善观众生之根性。好，所以无缺减，好，不会说诶这个观察错误。好，十善妙恨等诸道无上圣宝皆令现。好，那这个十善妙恨这些种种的一种修行呢，都是好很自然而然哈，因为度众生就会自然建立这些恨哈。那最后一句呢，就是形容，形容菩萨行就像大海一样，好，大海里面呢，众啊金刚指的是宝贝哈，各种宝物，大海中蕴藏无量的宝物，好，那就像这个菩萨哈，他有无量的这种功德智慧，能够度化众生哈。那以彼威力生众宝，无增无减亦无尽。好，菩萨功德聚亦然，所以怎么用都用不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哈，那这是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三大段啊，来谈这个所具行位啊。好，那这所具行位呢啊，讲完了哈，一个就是讲所具之行啊，然后接着就是所经历的这个位次啊，经历的这个位次。好，接下来呢，下面啊就是第四部分。好，第四部分呢，它是谈什么？这个所具行位了之后呢，它还特别的提出一段哈，就是讲这个功德哈大用，而且这个功德大用是无方哈，无方哈。所以我们看啊，在53页啊，53页的第四。啊，就是这个科会的53页，啊，这是不是有一个四无方大用？有没有？他画了一条线往下一拉，啊，有十个，有没有？好，他拉到十哈，啊，所以这边横跨三页，从51的下面，有没有？一圆明海印三昧门，有没有？好，然后2、3、4、5、6、7，好，他再翻过来52、53，好，就十个三昧，好，所以呢，在这个啊无方大用，无方形容它的范围，好，范围就是没有范围，好，没有范围叫无方，好，没有限制哈，然后用呢啊，就是在讲它的功能啊，它的功能。然后他这接下来呢，就讲这个三昧啊，是就是它的一种功能啊，它的功能啊，所以在这边就解释啊，彼能无方大用。什么叫做无方大用呢？是因为啊，他前面修的这个行啊，得遍一切实处，是不是？他的这个修行啊，得遍一切实处，所以我们前面讲，哎，这个啊，进行品讲。随时随地当愿众生，好，当我们当愿众生，好，那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是不是都是以菩萨的愿力做我们的行为的啊引导哈？所以这时候呢，你的德啦已经遍一切处，法界无限，好，就没有那个限制，是不是？有些时候说我们啊，譬如说什么医生执照啦，好，什么执照啦，在台湾可以行，可是到其他国家就不能用。啊，驾驶执照这边可以行，来到其他地方不能用啊，所以呢是有限啊，这个执照有限。可是呢，当我们自己的修行建立了正确的信啊，实信满心啊，
那这时候呢，就是得遍一切时一切处。然后他要展现这个得，他就分成十门，这个十门都是三昧门。好，三昧门哈，所以什么叫做三昧？好，这边就讲说，诶，什么叫做三昧呢？就是随时随地都没有乱。好，随时随地都不乱。好，那你看我们每个人如果平常好很怎样很沉静的时候，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佛，是没有境界，每个人都修得不错。好，可是呢都是在什么时候破功？好，忙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呢一忙就乱。好，一有事就烦。啊，然后就很容易心一乱，讲错话，做错事，然后呢乱发脾气，是不是？所以这个境界呢，它就是一个考试。那我们即使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都能够不乱，那就表示有三昧的力量哈。所以三昧不是说，诶，你一定要在打坐的时候修，你随时随地，好，甚至于在工作中，或者是动静闲忙，都能够修炼这个三昧。好，所以它是一种心境，一种状态，就是无不定，好，随时都在定中。好，所以作用不同，所以它会有十种。好，它就介绍十种，其实是无量啦。好，但是它这边就讲十种啊。所以我们就讲说，诶，如果以这样子的来讲的话呢，诶，我们说好，那这个三昧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好应该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看哈，它这照顺序，因为功能都不同，所以我们看到第51啊，51页下面哈，这十种三昧哈，它是有一点顺序哦哈。所以我们说，诶，第一个是什么三昧？海印三昧哈，海印三昧。这个海印三昧呢，是诶《华严经》里面呢最重要的三昧。好，最重要的三昧。所以像我们去这个韩国的时候呢，有一个寺庙叫做海印寺，它供养这个80000大藏经，所以它是佛法僧的法宝代表的寺庙，叫做海印。那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叫海印呢？原来他们修的法门叫做华严法门，那是华严道场。那华严道场呢主要修这个海印三昧。好，所以以海印三昧为出门，然后以极用无涯好为末门，第十门。好，所以第一门叫做海印三昧，最后一个叫做极用无涯哈。所以呢，诶，我们来看哦，他这边就解释哈，解释第一个叫做一体起用。所以三昧，海印三昧其实是一体起用的一种三昧门哈。最后呢讲什么？用不离体，用不异体，即用无涯，是用不异体。所以这里有两个字我们要了解，对不对？一个叫做体，一个叫做用。那什么叫做体？什么叫做用？好，我们有没有体？我们也有用，对不对？我们常说你有够没路用的，好，是不是啊？就是不会用，这做事都做不好啊，讲话不会讲啊，就是不会用。可是诶，这个人心地不坏，是不是？就是诶，这个体还可以啊，好，心体不错啊。所以呢这个中间一个叫做体，然后有没有一体起用？有，就是海印三昧。如果没有一体起用啊，就是我们平常乱用，是不是啊？所以呢体用这两个呢，就是诶，我们用这个十法界图来表示啊。体指的是我们的这一念心，人人皆有佛性，是不是心的本体跟佛一样？可是用呢，每个人都不同，是不是？好，有的人呢，把它拿来，诶，把这个心拿来用在好自利利他，就是佛；有的人是拿来作奸犯科，那就往下走。好，有些人好拿来汲汲营营，那就当人。好，有些人呢是拿来怎样？每天就是无所事事，吃饱睡，睡饱吃，啊，那个是这个恍惚度日，啊，是不是？每个人的用都不同哈，所以心的本体是相同，但是用各自不同，是不是？虽然一条命，对不对？
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一个用法哈。那有的人的时间啊，是一天当十天用，有的人是十天当一天用，所以啊，就是不一样的用法哈。那用字有它的不同的像。好，所以其中还有一些像哈，那呈现出来的这个样貌就是像哈，所以体相用啊，这是我们等一下啊，就是休息一下，我们再来看体相用啊。那我们先解释一下体相用，然后再回来看好这个三昧门它是怎么表现出好佛的体相用，好体能够好善用，用又能够回归到体。好，那这中间呢就很微妙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我们来看体用。这边讲这个体相用哈，体啊，体是本体哈，本体、本质啊、本性啊。这个体啊，无形无相，就是我们常讲哈，知人知面不知心，心看不到。好，所以呢。欸，我们要把心表达出来很困难，因为这个心不可说不可说。好，那因为不可说呢，所以变成很难捉摸，很难掌握。所以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女高音？这女高音很厉害，她吹唱一唱，她那个玻璃杯就会破掉。好，再来更大一个，还是破了，更大一杯，一点都不困难，对不对？哇，用力一点，哎，换它破，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可以破的，可是你看不出来，对不对？一样都是透明的，你觉得，哎，应该就是依此类推，我们的心也是这样，诶，人不是应该都是善良的吗？所以我们就依此类推。好，那如果诶，人看不到心，我们只好用猜的，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经验去推测。好，那问题是常常都会推测错误。好，那推测错误其实不是因为就是什么，不是因为它真的是如你所想的那样，不是，是因为人的心本质它本来就是有无限的面相，那只是你那个面相跟它的面相没有符合，好，没有符合，并不是说你说人就是怎么样，好，不是，好，所以这个心呢要透过相好来表达，好，透过相好，哪一个是快乐的，哪一个是痛苦的？好，那个是快乐到皱眉头，有没有？这个也是痛苦到皱眉头。可是为什么你会分得出来它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好，其实我们也是照我们的经验，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像呢，就是我们说人就是表情，那猫有没有表情？狗有没有表情？大象有没有表情？诶，好，是不是？诶，我们的人有表情，可是有一些动物好像没有表情。好，那这个表情呢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嘛，所以相就是从表象上来看，可是有一些表象不对啊，譬如说面恶心善，是不是？那面恶心善我们就很难理解，明明面恶的人心应该也差不多恶，可是呢竟然有面恶心善，那也有面善心恶，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又会回到我们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问题，因为心无相，但是相呢我们很容易执着这个相。那相由哪里来？相由用功能，你的心有功能有作用，所以我们的作用呢是拿来解决问题，拿来应对这个生活所需。所以呢有一个这个绘本它叫做我的爷爷一定有办法，就这个小朋友有一个很厉害的爷爷，这个爷爷呢从小就很会就是会帮他做很多的事，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画面上呢有一块布，蓝色的布，那这个爷爷呢是
约瑟的爷爷啊，当约瑟还是娃娃的时候呢，爷爷帮他做了一条奇妙的毯子啊。然后呢，你看啊，你看大家都说这个毯子怎样，好舒服又很保暖。他只要盖着这个毯子呢，噩梦通通赶走了啊。但是呢，慢慢这个约瑟渐渐长大，这个毯子呢也变得破破旧旧，有没有？好，所以有一些小朋友从小就盖那个毯子啊，盖久了就怎样，就要一定要抱着那个毯子，要不然他就睡不着哈。啊，其实他已经很臭了，他还是觉得这个没有那个味道，他不行哈。好，那接下来呢？啊，你看妈妈就说这个毯子很破了啊。啊，小朋友就说不要啊，我不要丢掉哈。有一天妈妈就说啊，你看我们要把它丢了。这个约瑟呢，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啊，怎么办？他说爷爷一定有办法哈。他就去找爷爷啊，爷爷一定有办法啊。爷爷就拿着这个毯子呢，翻过来翻过去，诶，很快呢就把它怎样，诶，改缝缝补补，咔哧咔哧啊。结果呢，诶，就变成一条啊，一件奇妙的外套啊。你看他就穿着这个外套啊，毯子变成外套啊。毯子变成外套之后呢，诶，每天穿每天穿，可是约瑟在长大嘛啊。所以呢，这个诶外套呢就缩水了，变小了，然后就很紧很破。妈妈说应该要把它丢了，哦，她舍不得嘛，哦，她说这个是爷爷做的啊，哦，所以呢就去找爷爷，她说爷爷一定有办法。那爷爷又把这个毯子呢啊，这个外套怎样翻过来翻过去啊，咔哧咔哧咔哧剪一剪呢，之后呢诶就变成一件什么奇妙的背心啊，诶，哎，他就很高兴啊，啊，外套穿不下，变成背心刚刚好哈，啊。然后呢，他就穿着穿着，又变得破破烂烂的。妈妈就说，应该实在要把这个背心要丢掉哈，啊。那这时候呢，约瑟又怎样？他说，爷爷一定怎样？哦，啊，有办法，所以又把它翻过来翻过去，啊，然后剪一剪呢，啊，缝缝补补，结果这个背心可以做什么？诶，就变成一条奇妙的领带啊！你看哦，上面这边是人嘛，啊，他剪下来的毯那个什么布料跑去哪里？跑在下面老鼠家，有没有？他的毯子越来越多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啊，会看到哈。好，那现在变成领带了，结果有一天呢，领带也都乱哈，啊，也就烂了哈，啊，那个也臭掉了。他说爷爷一定有办法啊，舍不得把那个领带丢掉啊。结果爷爷又翻过来翻过去，咔哧咔哧剪一剪，变成啊一块奇妙的手帕啊，变手帕了哈，啊。手帕有一天也是会怎样啊，也会破烂啊，怎么办啊？爷爷一定有办法。好，啊，这时候怎样做做做呢，又把它改装成一颗奇妙的纽扣。啊，越来越小哈，哎，真的是很妙啊。那奇妙的纽扣呢，有一天呢，妈妈说你的纽扣呢，约瑟也一看纽扣不见了啊，怎么办？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这时候呢，爷爷有没有办法了啊？这是爷爷也没有办法了哈。啊，为什么？因为呢连纽扣都没有了，不见了，不可能无中生有啊。但是这时候呢，约瑟呢就说，诶，没关系，我有办法啊，这个材料呢还可以变成怎样，写成一个美妙的故事啊。所以呢，诶，换他有办法啊。那你看他的这个整个概念呢，就是什么，诶，从毯子啊，然后到外套，对不对？然后再来变成背心，然后又变成什么领带，然后接着呢就变成手帕，然后最后就变成纽扣，然后通通归于空之后变成什么故事是好，所以诶，它的这个用不同嘛，是不是它的作用不同，然后它诶呈现出来的相状也不同，可是它的本体都是一块布，有没有？这块布呢，诶，一直不断不断的在被裁剪被改变，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做不同的运用。好，那功能不同，可是呢，诶，这个好过程呢就一直伴随着爷爷对他的爱。
有没有？哎，爷爷的爱呢，一直延续到最后，变成一篇好听的故事啊、哦。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爷爷对他的爱，那个心呐、啊、看不到，可是他会表现在啊、哦、他做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可以感觉这个爷爷很有智慧，啊、哦，他很懂得善用，然后呢，他对孩子的一种啊、哦、这种形象。所以在孩子的心中，只要遇到爷爷，爷爷一定都有办法啊，像神一样的存在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什么？这个体的一种概念哈、啊。所以你看不到他的爱，他也看不到他的心，你也看不到他具体的啊一个什么特殊的形象。但是你的感受一直会随着时间、随着空间，还一直会存在啊，对你的影响力一直有哈、啊。所以我的爷爷一定有办法哈。啊，那这个绘本很妙的是哈、啊，它还有两段哈、啊，两段故事哈、啊，它就上面呢一段人的故事，然后我们看哈、啊，当上面的布好、啊、慢慢的减少，它多出来的布跑到哪里去？跑到下面啊，这下面呢，哎，这老鼠家现在只有两只啊，两只老鼠对不对哈？好、啊，两只老鼠住在下面啊，然后呢？啊，这个约瑟长大了啊，这两只老鼠呢也开始呢在成立他的家啊。那等到约瑟呢，诶，慢慢长大了，他现在换成诶那个外套的时候，他多出来的这个布料呢也变成小老鼠的外套，有没有啊？这小老鼠多了三只啊，然后多了三只呢，他开始呢，诶，当他的这个啊布越来，上面的布越来越少哈，它下面的这个装潢就越来越怎样啊？越来越庄严哈。你看，它不但有外套，还有围巾哈，而且他们家还有做窗帘啊。你看，还有做窗帘哈，还有做被单啊。然后呢，全家通通都有啊，统一的制服，对不对啊？好，所以呢，你看它的东西，你看从上面的这个布转换成下面，他在讲哈、哦，这边剪，这边增，这边增，这边剪，所以事实上其实是不增不减，是不是总体是一样哈、哦？所以物质其实啊、哦、不灭嘛，啊、哦、物质不灭，它只是转换成不同的啊、哦，在不同的空间做不同的使用，好、哦，所以你看啊、哦，老鼠的家越来越豪华，有没有？哦，你看他还做那个。上面还有天棚，有没有啊？下面还有被单啊，所以呢，诶，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那个啊，一个绘本啊，就是它画成双轨啊。然后你看他们外出野餐，还有一块布啊，所以老鼠也很会用，对不对啊？那很会善于运用啊，这些废弃的布呢，丢到垃圾桶，又被他们捡回来，变成他们的啊这个设备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呢，都是看我们人怎么用哈、啊。那我们一般通常都是怎样啊？这个不能用的就把它丢了啊，那就慢慢的就会损失我们可以用的东西哈、啊，资源就会耗尽啊。那佛法里面讲究的是一种惜福，好、啊，所以只要还可以用哈、啊，我们就要尽量使用。所以佛陀讲啊，我们的衣服啊啊，当衣服用，不能用的破了。好、啊，就把它就像这个啊爷爷的小孙子一样，好、啊、变成背心啊，背心不能用的呢，就把它变成啊抹布，好、啊、抹布不能用的呢，啊就把它哎才就是把它接起来变成拖把，啊拖把哈啊拖把拖一拖呢又烂了怎么办？哎他就把它揉起来哈、啊，然后就变成那个刷东西的这个好、啊、刷子。啊，把它变成一球哈、啊，然后还是不能用的呢，哎，最后也不能丢掉啊，把它埋在那个土里当肥料，好、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哎，讲究环保哈、啊，其实环保的概念就是哎，整个世界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善用的啊，而不要做成啊，造成浪费哈、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垃圾变黄金”啊。那垃圾变黄金，很多人说啊，我知道，就是那个拾荒的人都会变得很有钱哈。好、啊，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无意当中很多东西，只要有一点点损失哈、啊、坏啊瑕疵，就把它丢掉哈、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啊，就是这个生活很便利啊，你随时都可以拿到很多新的产品哈、啊。
但事实上呢，这个习福的精神要一直维持着，因为每个人在用的其实是自己的福分哈。所以他这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哈，爷爷很善于把这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好，他的这一块布呢，拿来做各种各式各样的使用。好，所以用可以无限无穷。好，那因为它的本质啊，好，是一样的嘛，好，是它是相通的哈，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体呢就是那一块布。那也可以再进一步呢，其实这个布也是由啊这个什么由各种不同的原料去组织而成的。那它的本质是空性，那空性可以无碍的用。好，我们的心也是，我们的心呢无形无相，可是它什么都行，好，什么都能啊，只要你愿意做哈，都可以做啊。所以我们的心啊，是人人皆有佛性的自性啊，这个心本自清净。然后用呢，就会随你的一念慈悲，就变成菩萨，好，一念精进就变成声闻，好，然后一念贪就变成恶鬼。一念嗔就变成地狱，好，一念愚痴就变成畜生，是不是啊？这个一半善一半恶，常常天人在交战，就是人。好，那纯善啊，喜欢乐善好施，天天都很快乐，就是天。好，那诶，虽然呢有一点善法，可是嫉妒心很强，就是修罗，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就是心的用哈。那当我们在讲这个心的体相用的时候呢？诶，我们就可以看到华严经里面佛的用啊，依体起用啊。第一段呢就是在讲啊，依体起用的海印三昧啊，它有什么无方之大用啊，无方之大用啊。所以呢它这边就讲，或有刹土无有佛，于彼示现成正觉，或有国土不知法，于彼未说妙法藏啊。所以这一段呢在讲佛的海印三昧啊，总共啊有这几句啊，就是有六句，有六个寄语。前面五个寄语就在特别在讲业用周遍，就是佛的心啊，依心起用啊，依体起用的大用啊。那大用呢有多么的普遍啊？最后一句啊，就是总结大用所依啊。那前面五记里面的三记哈，第一个记语总名现佛说法，好，总名现佛说法。第二个记呢，就是在讲体用自在。第三个记呢，就在讲三圣。好，后面呢就在讲哈其他的，好，就是来讲什么？讲这个，哎，这个海印三昧是佛度众生，怎么度？度三圣。啊，度其他一切的啊，这个各式各类的众生，所以总显十法界之度化。啊，佛陀怎么度化十法界的众生啊？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或有刹土无有佛，有的地方没有佛，那没有佛的地方呢，佛啊，海印三昧就到那个地方示现成佛。啊，就像我们娑婆世界刚开始没有佛法，佛陀就来这个世界。好，然后示现他从什么出生，然后出家啊，修行降魔啊，然后最后成正觉。好，所以呢他是来啊示现成正觉。或有国土不知法啊，于彼未说妙法藏啊。所以佛陀现这个三昧，他的功能就是要度众生，所以依体起用。依体起用，第一个现成佛之相。好，第二个呢就是说法。好，讲解这个佛法哈。那在这个啊世界呢，哪个地方有需要，他就去哪里。所以他讲什么？无有分别，无功用，于一念顷遍十方。好，所以我们上次讲哈，八地以上就是无功用行。好，所以没有特别要起念，自然好就任运度众生哈。所以无有分别，对一切众生呢，是哪里需要哪里去，他不会去衡量。这里值不值得去，是不是？那我的时间呢花在这里啊，那你应该要怎样要度啊，就是我们常常说做生意都要讲究效益嘛。啊你就是要有益处的才要去。可是呢佛呢度众生是有缘就去。
啊，他不会分别啊，是对谁有益啊？那只要呢有因缘，他就去。所以随缘度化哈、啊，所以他无有分别。于一念请遍十方啊，所以一念当中呢，十方都啊能够怎样啊，都可以啊，随缘而去哈、啊，如月光影迷不周啊，就像月亮的这个光啊，哪里有光，哪里就有影子嘛。是不是齁、哦、所以呢他都通通都能够齁、哦、这个普照齁、哦、无量方便化群身。好，再来他下面讲于彼十方世界中念念示现成佛道，转正法轮入极灭，乃至设立广分部。齁、哦、所以他这边呢就讲示现成佛，从一开始齁、哦、这个转法轮，然后呢到正涅槃，甚至于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地方呢是供养佛的舍利。是，所以佛陀即使只剩下舍利，哎，他也在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就是哎，乃至舍利广分部哈、啊。接下来他就讲啊，度三圣啊，就示现声闻啊；度圆觉就示现独觉啊；那度菩萨就示现成佛啊，或者是现什么童男童女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普门品讲，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所以呢有的时候诶佛陀现童男童女相，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后面也有很多是童男童女哈，有的是声闻，有的是缘觉，甚至于有的还是外道哈，所以它是其实是随缘度化，好，随缘示现。好，天龙即以阿修罗，好，所以这个是示现什么天龙八部，好，这些护持的，好，乃至摩诃罗伽等，随其所乐悉令见。好，所以佛陀度众生呢，他是因应不同的根性而示现。好，那他度的众生就有这一些种类，所以他下面总结，他说众生形象各不同，行业因身亦无量，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三昧为神力。所以以上呢讲什么，这一个前面度众生这个一体起用就是佛的海印三昧。好，海印三昧，好，所以这是第一段。好，第一段总显十法界，好，要度化十法界嘛。好，那接下来呢，好，第二个三昧叫做华严三昧。好，华严三昧很简单，好，他说严净不可思议刹供养一切诸如来。好，就是他这个华严三昧是什么，就是供养，好，供养一切佛，但是怎么供养呢？以法供养，好，以法供养，所以他度脱众生亦无限。那什么法？这边就有讲哈，一个说法言辞里面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等，这些都是最殊胜的法供养。所以华严三昧呢，就具备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等的这个好所谓的法，一切的法门，好，一切的法门。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知道三昧不是只是在那边打坐而已，是不是？他修一切的行，只要不乱，好，然后只要呢能够适得其所，在不同的时、不同的地，乃至于对不同的众生，始终呢都能够呢正确的依体而行，那这就是所谓的三昧力哈。所以这边呢就说诶，以万恨之庄严，好，在法界成就法身。什么叫做华严？就是以万恨，修行的万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等这个万恨来庄严法身。是不是有人说法身无形无相啊，好，一念不生，好，但是呢这个一念不生却又能够万德庄严，那就要看你的体跟用是不是能够无碍。是不是有的人说诶，我静是可以，可我动就不行。有的人就是我静就是不行啊，师父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就不要叫我坐在那边啊，受不了啊。但是诶，静也静了得，那动也动得，那这个就是万恨庄严啊。所以这叫做华严三昧啊，华严三昧。好，第二个三昧是华严三昧，第三个三昧是什么？因陀罗网三昧。好，因陀罗网三昧是什么？好，因陀罗网三昧呢，他这边的解释，他就是
一多相及。因陀罗网就是这个梵网，啊，梵网是在梵天，梵天王呢，他有一种宝珠，是以光交织而成的网，啊，那它叫做梵网，是因为它是清净的，啊，清净的，所以就是光光相照，啊，光织成的网，啊，光组成的珠，啊，所以呢，光珠呢彼此之间光跟光彼此不相妨碍。所以互相影射，啊，所以他这边讲一多相即，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他没有这个相对的概念，啊，他就是一即是无量，无量即是一，啊，所以呢一定入一定能成多定，啊，成多定又，啊，怎样，啊，又成多定呢又能够等同一定，啊，所以呢他就是这边讲一为成中入三昧，然后成就一切为成定，有没有？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入三昧呢，等于他在十方国土都在入三昧的意思，哦，所以而彼为成亦不增，于一普现难思差。好，所以我们在讲说，哎，这个那个礼佛的时候，啊，就有一句寄语叫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消难思议，有没有？我此道场如地珠，就在讲这个因陀罗网，哦，释迦如来影现中，我身影现如来前，是不是？那释迦如来的影现在那个珠里面呢，它就无量分身，然后我身影现如来前，我的身又分身到十方佛，好，所以我们说，啊，礼万佛，礼的这一万佛，那怎样才叫礼佛？你应该要到他面前才能礼嘛，好，而不是说，诶，我就拿一本书，我念一下啊，南无啊多宝如来，然后多宝如来就要跑来给我拜，是不是哈，啊？这样子就是你是这个召唤佛陀来给我拜，这样哈，啊，那应该比较有礼貌的，应该怎样？是不是应该要去那个地方礼佛嘛，啊？可是我们去不了啊，所以怎么办？好，所以就要发愿，好，所以我们自己要入三昧，入三昧，入这个因陀罗网三昧就可以到这个佛那边去礼佛。好，要不然我们就是只有在这边念一念他的名字，好，是不是？好，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结下，好，已经是到结下了，结下到圆满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法会叫做斋僧，好，斋僧法会。那斋僧呢，应该是到有师父的地方去供养师父，让师父吃饭，请师父吃饭供养，应该要这样，对不对？可是现在不是，现在都是呢固定北中南各办一场，然后呢所有的师父请自行到会场来吃饭，是不是？所以现在就反过来变成斋僧大会，所以我们为了要去吃饭还要坐游览车，然后去给人家斋僧，那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形态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这当还没当佛，只好自己坐车，自己去，你如果当佛，你就什么应念而现，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神通差别，所以有因陀罗网三昧呢，它就一多相即，一层而有多层，多层而现，在一层中现，好，所以我们常说一沙一世界，好，一叶一如来，好，所以呢，诶，这个一沙里面呢，有一个世界，那这么多沙就有多重的世界，所以他被这边讲为尘，不增不减，比一尘内众多刹，或有佛或无佛，每一个什么为尘刹土，他的世界的状态都不同，有的地方有佛，有的地方没有佛，有的地方是杂染，有的地方清净，有的是广大，有的是狭小，有的是成，有的是坏。我们可能诶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去想，像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风俗民情都不同，是不是？那一个小小的国家呢，就代表一个世界，好，甚至于呢，这国家里面的一个人，一个家庭就代表一个世界，这个家庭里面每个人就代表一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世界呢都不同，或有正住或旁住，或如旷野热食宴，或如天上因陀网，所以状况都不一样嘛，如一城中
所示现一切为尘息亦然，此道名称诸圣人三昧解脱神通力、啊、所以他这边呢在讲说这个、啊、这一段呢在讲因陀罗网三昧、啊、这时候可以契入一多相集，所以他是成就什么一切为尘定、啊、但是呢哎，这个成就一切为尘定却又不妨碍一切为尘、啊、所以他这边讲说刹相无碍如焰重现如地网、啊、重重的层叠层层相叠，但是就像地网一样、啊、就是那个光网互相照而不会彼此障碍、啊、所以光光相照、啊、好，那这边呢就是在讲因陀罗网、啊、三昧。再来第四个呢，第四个这个、啊、从前面海印三昧，然后接下来华严三昧，华严三昧完就讲因陀罗网三昧、啊、所以海印三昧从提起用，然后华严三昧依法修行，是不是六度万恨庄严哈、哦？然后到了第三个呢，叫做因陀罗网三昧，就依多相集，好、哦，再讲世事无碍啊、哦，世事无碍。到了第四个呢，就讲手出广供。什么叫手出广供？那个我们有时候看啊，那个、电视啊，它的那个什么超人啊，或者是仙女啊，好、哦，仙女都有个仙女棒，对不对？啊，点一下它就会变出什么。阿拉丁神灯要摸一下那个神灯它就会变出什么、啊、那菩萨的神通是什么？菩萨的神通就是手呢、啊、一展开那个手上就有东西、啊、所以叫做手出广供、啊、所以这个是直接有手化现、啊、所以他这边讲若欲供养一切佛入于三昧起神变、啊、能以一手骗三千普供一切诸如来。那你要供养什么？哎，我们有时候呢不知道供养什么，来看一下哈、哦，参考就知道。好，第一个供花，是不是十方所有圣妙花？好，或者是供香，有没有涂香、墨香？好，涂香是涂在身上的，哈，墨香是燃烧的，哈。然后或者是宝珠啊，那现在还可以供养股票，对不对？还可以供养信用卡，哈。哦、那上次有一个居士来供养师父那个高铁费、哦哦、这也是一种 很好玩、哦、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真的什么 都会供养、哦、所以涂香墨香无价宝、哦、然后如是皆从手中出、哦、我们只是呢过手而已、哦、就是去买来然后放在手上、哦、但是呢这个菩萨是直接手冒出来、哦、所以不用去、哦、不用去那个 7-11 买、哦、好，那这边呢叫涂香墨香无价宝如是皆从手中出，供养道树诸罪圣，啊，所以供养哈、啊，供养这个道场哈、啊。然后呢，无价宝衣啊，供养衣也可以。好，那个这个衣呢，还有香味的哈、啊。然后宝床啊，这个床宝幡啊也可以。好，所以床是圆形的啊，幡是旗子啊，旗子哈、啊，那这个都很好，很殊胜哈。啊真金为花，宝为藏。好、啊，这个花呢，还不是一般的鲜花，还要什么金做的花哈、啊，金莲花。然后呢，那个藏就是盖在上面那个宝盖，好、啊、宝盖哈、啊。莫不皆从掌中语，好、啊，所以手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啊。所以这个三昧啊，是手出广供哈、啊。十方所有诸妙物，应可奉献无上尊，掌中悉与无不备，菩提树前持供佛。啊，就是在佛前来供佛哈，啊，下面继续，还有可以发出音乐啊，有没有？十方一切诸伎乐，钟鼓琴瑟啊，所以还有交响乐呢哈、啊，还不是只有一种音乐哈、啊，它还可以各式各样的音乐全部一起齐鸣啊，悉凑和雅妙音声，弥不从于掌中出，好、啊，所以那个虚脑上呢，他哎曾经到这个鸡足山去鸡足山礼拜。好，那鸡足山呢是相传大迦瑟尊者啊，大迦瑟尊者在那个山里入定啊。那大迦瑟是佛陀的弟子，他结集了这个所有的藏经啊，最后呢他就诶工作都做完了嘛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啊依呀啊，就是把这个传法的工作呢交代给阿难，阿难你年轻啊，接下来你就要好好的护持弘扬佛法
好，那我的工作我已经做完了，我要啊把这个经典都结集好了，然后我要走了。好，可是呢，我不是真的要走，我要去鸡足山入定。好，入定，然后手持着佛陀的法衣袈裟，然后在鸡足山入定。还要入定到什么时候？入定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他要再从鸡足山捧着佛陀的法衣出定。好，来证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曾经有存在在这个世间，而且他是持佛法的人。好，受持佛法藏，他要结集经典，所以他要留下来，他要证明。所以他就到鸡足山去入这个啊，灭尽定啊，就是入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定哈，他可以祝寿一劫啊，甚至于呢，等到弥勒佛出世，他还可以啊，就是还可以活着哈、啊，所以呢，他就准备在那个地方入定。那阿难呢，就送啊，就是他们就很多大弟子啊，就送这个迦叶，就看到这个鸡足山呢，他走进去之后，哎，鸡足山的那个门呐 啊，就是那个山呢、啊，就合起来哈、啊，两边。两边就合起来哈，所以大家呢都不知道它是到底是在里面的哪里，只有从这个啊一个小小的缝啊可以看得到里面，可是也看不到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哈。那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大家礼拜的地方，然后当地的人呢、啊、也都会知道哈，如果有神人、异人、特殊的人。来这边礼拜的时候，这里面是会有回应的，好，所以有时候会有打鼓声，好，有时候会有这个打板声，就是会有法器的声音，还要看是谁来这样哈。然后虚云老和尚他就刚好到那个鸡足山去礼拜的时候呢，竟然那个啊洞里面传来三声大钟的声音，那个磬啊。咚，那个磬的声音哈，然后呢，当地的土人说，从来都只有钟鼓声，而从来没有听过那个大磬的声音哈。那师父你一定不是普通人，好，那当然这个虚云老和尚他也不以为意哈，他只是说，哎，我就是顶礼这个大迦叶尊者哈。那他到底为了什么，他也不知道。后来还知道，原来大迦叶尊者希望他回去重建。好，那他这个礼拜完之后，他就去参观啊，这个鸡足山的道场，就越看呢，心里面越沉重。他说：“怎么这个时代哈、啊，这边的人怎么搞的？他都已经变成子孙庙哈、啊。第一个变子孙庙，就是这个庙呢，是我的阿公那一代哈、啊、传下来的，所以呢，哎，只能这样传承。”好，然后这个师父收的徒弟只能把寺庙交给徒弟，而不是交给有德行的修行人啊、哦。所以这叫做子孙相传承啊、哦。那子孙相传承呢，他如果是能够接纳所有修行人也没有关系。好、哦、可是呢他是有排斥排外。所以他要去加那个啊鸡足山挂单的时候就被拒绝。他说不行，我们不给外人留单。好，所以他心里面就想，诶，为什么这个寺庙变成个人的财产了齁。好，第二个呢，这个寺庙里面的僧人啊，僧不僧，俗不俗。好，第一个他诶穿的衣服也不是，到底是僧人还是不是僧人，是不是齁。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师父到底是还不是，你要怎么验明正身，通常就看头上有没有点，对不对。好啊，头上没有点啊，他穿什么，穿袈裟，有没有齁。穿袈裟下面又穿一个皮鞋，到底是还不是不是哈、啊？你就会有一点觉得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去判断哈、啊。所以僧服是一个基本的，好、啊，这个叫做什么？基本的认证啊，这是代表法嘛哈、啊。然后再来，然后要不要吃素？持戒嘛啊，戒律。结果发现没有戒，持戒没有持戒，也没有穿啊僧服，然后呢，修行呢好像也没有在修行。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寺庙呢，诶，你又不让有修行的人来挂单，诶，那整个就乱掉了哈。所以呢，这个虚云老和尚呢就看了一圈之后呢，诶，他就心里面很沉重，他希望哈有机会能够呢把这个迦叶尊者的道场重新恢复。可是没有因缘啊。好，
那结果呢，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刚好他有这个机缘啊，去渡到这个云南省啊的那个提督啊，唐继尧啊，有听过哈、啊？哎，他刚好渡到他哈、啊，那为什么？因为呢，他这个当地哈、啊、流行那个瘟疫，猴疫，好、啊、猴疫死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啊，怎么处理，所以推荐那个啊虚脑上，结果虚脑上呢就去办了一场法会，啊，在七月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雪。这个气候异常哈，然后从以前就有问题，是不是？好，在七月这种时候不可能下雪的时间呢，竟然办了法会之后，哎，下了一场大雪，瘟疫直接被扑灭。哦，这是这件事情让这个哈、啊、大将军呢非常非常的相信哦，佛法真的很神哈、哦。然后他就问说：“那有什么心愿啊？你想要什么哈、哦？我都给你，对不对？”哎，大家是呢？哎，不是，这个虚脑上什么都不要。他说：“可不可以呢？让我在啊、这个迦摄尊者的这个鸡足山哈、啊，能够有一个啊地点，让他重新要接种啊，有一个道场。哎，结果一找就找到一个小小的叫做波鱼庵。好、啊，波鱼庵就是一碗好、啊、的意思哈、啊，就是小小的一块已经废弃的古寺。”所以他就从这个废弃的古寺开始重建，好，重建。那重建完之后呢，诶，他才知道原来大迦摄尊者他那个时候敲那个大磬是有意义的，好，是不是？他是要叫他，好，希望能够回去，好，以法度众生，好。那在虚脑上有很多的故事哈，都很神奇。但是他在这个鸡足山呢，诶，真的后来就把整个寺院里面的这些陋习全部都改掉，所以现在呢，这鸡足山就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的古刹啊，这个景点啊，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啊。所以这边呢就讲，哎，这是供佛供养的时候呢，啊，就可以用什么钟鼓琴瑟啊，就是一种供养。所以我们法会它的意义哦，敲这个好、啊、法器是要供养一切十方佛，好、啊，不是敲来好听的。是我们一般吹这个啊、什么箫啦，吹这个萨克斯风啊，都是来娱乐大众，它是娱乐性质的。但是呢，我们的法会呢，它敲恰大磬、敲鼓、敲钟，好、啊，这些所谓的法器，好、啊，一方面是警醒我们自己，好、啊，二方面是拿来好、啊、怎样供养十方诸佛哈、啊，所以它是一种供养啊。那这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当乐器敲。是不是齁，所以你就敲那个钟鼓啊，那敲得像爵士鼓齁、啊、那这个还打拍子齁、啊、那这样子就不够庄严齁、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怎样和雅齁、啊、和雅。好、啊、那迷不从于掌中出，他不需要靠这些法器，手掌就可以出了齁、啊。好，再来还有赞颂。好、啊、十方所有诸赞颂称赞如来十功德，如是种种妙言辞皆从掌内而开眼。好、啊、所以这是这个音声供养。再来呢，右手放光，好，光中有水，菩萨一切诸佛土，好，所以以香水供养，好，以香水一切供养。然后再来呢，诶，右放光明妙庄严，出生什么莲花，好，所以有香水又有莲花，然后这个还是供养佛，好，然后右放光明呢，这个种种妙花即为藏。啊、哦，所以呢，这个花呢，编织成什么？成宝藏啊、哦，宝藏来供养一切佛哈、哦。好，再来，他又再继续哈、哦，还有香，好、哦、香，好、哦、香也可以供养。然后再来呢，好、哦、墨香，好、哦、也可以供养。然后再来呢，还有什么名衣，好、哦、衣可以供养。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宝，好、哦、妙宝可以供养。还有什么莲花即为藏啊，这供养莲花啊。那我们的那个华严经哈、啊，因为叫做富贵华严啊，下礼拜就可以啊，就可以请得到哈、啊，来佛陀教育基金会请哈、啊。这个我们那个当初设计的时候，一般都想说要画个莲花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华严经叫做富贵华严，那中国的富贵是什么花？富贵花是牡丹花，所以我们的华严经没有放莲花，我们放牡丹，哈，放牡丹。
那这个花也是很庄严哈，所以主要就是来供养一切佛哈。好，再来呢，最后这边呢还有什么璎珞啊？璎珞，好，璎珞就是这个什么啊？以前就是菩萨呢，他都会披金戴银哈，挂一个珍珠项链呐哈，手上呢有一些什么啊？有一些花的戒指啦，哈，那个就是算璎珞哈。所以这是璎珞来供佛。然后再来呢，绮床哈，这个床法床来供佛，然后这个幡哈，真幡来供佛，好，那还有摩尼宝铎哈，宝铎呢就是那个木铎哈，所以是一种法器哈，那这些都来供佛。好，手出供具难思议，如是供养一导师，一切佛所皆如是，大势三昧神通力。所以所有的这些供养都是因为啊菩萨的神通啊，菩萨的神通啊，三昧。所以有了这个三昧之后呢，你就不用去那边啊，这个宽敏家，对不对？手一伸就全部都是可以供养啊。这是第四啊，第四段啊，手出供佛啊。然后再来呢，第五段啊，就是诸法门三昧啊。那供完佛还要广度一切佛法哈，那你怎么能够通达一切佛法？好，这边就是说所有的法门呢依体起用哈，所以菩萨住在三昧中，种种自在摄众生。好，他怎么度众生？就叫做无量方便。好，无量方便。所以他这边呢，诶，有可能是以供养来修行。有的人就是他就广修供养。好，譬如说诶，那个供佛斋僧大会，好，这一批好，这个供佛斋僧的好，这个干部啊，他每年就是为了供佛斋僧，好，所以现在就开始呢，四处去请师父来供养，然后要开始筹备，好，那一年一度，他就是为了这个供养好的这个佛事在忙碌，好，所以呢，这就是以供养来修行，好，然后再来或者是来修布施。好，布施呢，救济啦，好，施钱啦，好，施米啦，好，施物品啦，好，或者是呢，诶，像这个我们高雄有一个叫做积沙功德会，那个积沙功德会呢，它是什么？就是累积啊，累积一点点的布施，每一个人都来啊，捐一点，可能捐100块啊，捐50块啊，那捐啊，然后累积了之后呢？诶，他就到各个寺庙去啊，去问说师父你们缺油啊几瓶，缺盐啊几包，缺糖啊，他就供养这个日用品啊，这个日用品呢也没多少钱，但是就是让他可以啊长期的去供养这个啊各个不同的道场啊，所以呢这是布施啊，布施。那这个前几天刚好看到这个天下杂志在访问啊那个慈济的上人啊，正言法师，他是最早最早呢，他们在啊一最早的一批功德主就是30个妇女，好，每天呢就存5毛钱开始，好，这叫竹筒岁月嘛，哈，那一天存5毛，一个月就有15块，好，然后呢每天呢从哪里存5毛啊？他们就是去买菜的菜钱，好，少买啊一半啊，少买2把菜就可以省5毛这样哈。那有人就觉得很麻烦啊，他说师父，哎，你不要一天存5毛啦，我可不可以一个月一次给你15块、哦、他说不行，你一定每天要给我5毛，我不要一个月收15块，为什么、哦、就麻烦呢，对不对、哦、可是呢你每天存5毛，你每天就会起一念不失心，你一个月存15块，你一个月只起一次，如果每天存5毛，你一个月起几次？30次，对不对？虽然是5毛，可是你可以怎样？可以每天起善念。那我要的是你那个善念，不是要你那个5毛。虽然5毛也很重要，可是那个起那个念头更难得啊、哦。所以这叫做啊、哦、难思不思门。所以我们说啊，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好、哦，我为了那个啊、哦，你看那个慈济委员真的很了不起，为了那个200块，还没那如半缸啊呢，是不是？好、哦，那但是他因为在这个啊、哦、
布施供养在劝说的过程中，他其实就在修菩萨行，是不是？然后呢，诶，遇到人家有不好的脸色，要修什么？忍辱啊，是不是？然后他拿到这个功德钱，又不是为了自己，是不是有持戒？好，所以呢，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都可以啊，都可以修到。所以这个是难思啊，是不是？修一个布施可以修完全部六波罗蜜，但是有的人要修头陀，头陀就是苦恨哈、啊。有的人要修什么啊？堪忍。有的人要修禅定，好、啊、不动啊，堪忍。好、啊，有的人修苦行，有的人修什么禅定、般若蜜哈、啊。有的人是要修智慧，有的人要修什么方便。有的人是要修神通，有的人要修四摄，所以都可以。这些种种的法门呢，其实就是要应机施教，哈、啊，是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哈、啊。所以呢，这边就在讲哈、啊，所有的这个三昧啊，啊，在这边呢，都是为了度众生而施摄。所以这第五个三昧就是通达诸法门，啊，应以何身得度，即说什么法门。好，所以他这边讲以根力正道，五根五力，好，或者是以声闻，有的是以缘觉，有的以大圣，好，有的要讲无常，有的要讲无我，有的要讲不净，有的要讲灭尽，好，所以这些种种的法门，其实最重要叫做随诸众生行差别，所以悉以善巧，悉以方便而满足而成就，这个就是诸法门三昧。好，所以这是这个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一卷齁、哦、已经快要讲完了，剩下一点点。然后下礼拜呢，我们不是下礼拜要休息，下礼拜是划龙舟、哦、那个就是端午节齁、哦、啊，请大家一定要不要吃太多粽子齁、哦、一天吃一点齁、哦、然后下礼拜我们就把这个齁、哦、就是这个贤首品好，到下一卷，好，下一卷哈，就是十五卷，好，十五卷，十四跨到十五卷，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全部的这个三昧门，啊，后面还有五个，哈，还有五个。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我们来回向啊，愿我无敌意，无危险，愿我无精神的痛苦，愿我无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愿我的父母亲、我的导师、亲戚和朋友、我的同修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院的所有修禅者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这寺院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善男子、善女人，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四字句的布施主，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的护法神，在这寺院的、在这住所的、在这范围的，愿所有的护法神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有身躯的众生、所有圣者、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一切所造的因果而受生。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回向功德，愿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思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至诚礼佛三问讯，再问讯，三问讯。